我们看这一题，它要你因次分解这个式子。我们看哦，这个每一项的系数加起来刚好等于零，所以它会有呢 x 哈减一的因式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哈把这个式子哈用 x 减一来除，我假设呢用 x 减一除的话哈，它的商式是 qx 好了，再加这个余式 r。那我两边给它带一，我两边给它带一以后哦，这个通带一了嘛，那等于什么呢？等于系数相加，因为这 x 都是一了，系数相加等于零，那这个等于零啊，代表这个余式哈等于零，就代表整除了，也就这个多项式能够哈被 x 减一整除了。好，那能够整除的话，所以哈我就给它呢，提出 x 减一来，我就用 x 减一来除。哦，这是 x 三次方嘛，加五 x 平方，加三 x 乘九，用 x 减一来除，这是 x 平方啊 ，s 三次方减 x 平方，一减就是六 x 平方啊，加上三 x， 那这个多少？这是加六 x， 这六 x 平方啊。减六 x， 一减就是九 x， 减掉九，这一定能够整除的哦，加上九，那就整除了，九 x 减九，就整除了。也就是说哈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 x 减一哈，它乘以多少？乘以这一个，这个是 x 平方，加六 x， 加九。它这个可以完全平方嘛，这是2乘3嘛，这是3的平方，所以你完全平方以后是 x 加3的平方，这个是 x 减一乘以 x 加3的平方嘛。哦，那这样就因式分解完了。